你知道你每天用掉几张卫生纸吗？上厕所擦，流鼻涕擦，偷吃东西更要擦，茶水翻倒常常擦。但是你更要知道的是，台湾一年用纸量325000公吨，一头牛大约1公吨，等于砍掉地球上1500万棵树，等于砍掉了600座森林公园。台湾也才18座森林公园啊！现在你有全新的选择，爱多美环保卫生纸，不是用过的吗？不是脏脏的吗？不是臭臭的吗？不不不，爱多美环保卫生纸必须经过层层筛选，由未经使用的牛奶盒、纸碗、纸杯、便当盒以及事务用纸通过层层关卡的考验。主要流程有散浆、除渣、除污等手续，最后变成干干净净的爱多美环保卫生纸。漂白水没有，荧光剂也没有，而且完全溶于马桶中。最值得开心的是，已经在网络上全面贩售了哦。